两位今天呢也是 coser 扮相登场啊，那非常非常的性感可爱。来来来，跟大家来站前面一点，站前面一点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欣。好，今天呢终于登场了两位，也帮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饰演扮演 cos 的角色好不好？哦，我扮演角色是那个幻想金瓶梅的李瓶儿。 幻想金鱼梅的品格，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部作品的这个角色呢？我想说，它其实比较凉快，对，因为我适合夏天的角色，对，因为我很怕热，然后我觉得高雄是一个热情，然后又炎热的城市，所以穿少一点吧。所以你刚才看着叶子在台上的时候，心里就一边吐槽说穿凉鳞热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它太有诚意，太诚意了，是不是？太有诚意了。哎，叶子有听到吗？ 你好，听到，很诚意，诚意叶子在那边。好，那这边是傻逼死的两二人。好，那您介绍一下您今天。啊，我今天是 cos Love Life 的小拳花样。哦。好，Love Life的粉丝也在现场啦。那今天呢，其实两位一起登场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哦。我们陪大家聊一聊 cosplay 这件事情吧。 两位一开始是怎么样接触到 cosplay 的呢？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，好久以前的事了。哦，我是隔壁班同学问我要不要一起，就是那时候他是讲角色扮演，还不是 cosplay， 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角色扮演RO的某一个职业。RO，对RO，好久了，你那时候你还记得你扮演的是？我扮 GM，很神奇啊。为什么你是GM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猎人顶科，他是顶科苹果。 哦，祭司，就约我，他其实是来凑数的，因为他每次抽到一整团，他就缺 GM， 所以就问我。我第一次遇到有人不想当，就没有人想当 GM 的这种事情。对，一个。以往往旅游游戏的时候，大家都想当 GM 吧。也没有，他们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想扮演自己的职业，因为 GM 没有人可以玩，所以他就说，我们缺 GM 哦，就你吧，这样，我就凑数这样。这是你的开始。 那雨欣的呢？我想一下，我好像是就是参加什么奇魔家族网剧。奇魔家族，对不起，有点老，讲出来很震惊。然后就是有人就是约我一起去，就说我们去看网球王子的角色扮演，好不好？我就说好啊，很帅。然后我就去看，看完之后就觉得 cosplay 的人就是角色扮演的人都很热情，所以我就也想要成为一个热情的人，然后跟别人一起讨论网球王子。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奇魔家族的话，雅虎以前叫奇魔，那在那边有个功能，就是类似一个讨论社群，就像 Facebook 粉丝团的东西啊，叫家族。那现在就没有了，所以现在大家都 Facebook 粉丝团，说社团啊。所以其实两位呢，也都蛮早就开始玩 cos 的玩 cosplay， 大概多久了？能跟大家分享看看吗？资历。 超过十年了，这一路走来，在您的 cos 历当中，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？参加过什么？啊，你没有参加过电视节目的录影，对不对？女性有参加过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之前有参加过那个。 什么36台？没有，我不知道这边几台，那是大学生的一个节目，然后反正就是聊一下 cosplay 的心路历程之类，但之后好像因为收尾没有很好，所以引起轩然大波。哦，对，但其实我觉得上节目就是让大家知道 cosplay 是就是一个蛮正当的兴趣，这样我就觉得可以推广一下。的确，因为目前主流媒体对于动漫文化 cosplay。 他的认识好像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那么的透彻。那每一次每当有 coser 们去上节目，都会引起不少的轩然大波。然后网络上当然有很多的各种讨论。那其实我觉得以本意上来说，像其中一位上过节目的站在这边，以本意上来说，其实也是希望 cosplay 能够让更多人认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其实就是 cosplay 就也不是什么。之前可能大家比较不认识 cosplay， 就觉得哦，可能就
穿很少或是奇怪外拍之类，但其实它不是那么就是不健康，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因为很喜欢角色，然后所以才 cosplay。OK。对。突然间来了一阵欢呼，表示他们认同您的说法。好，认同你的说法。说到露出度这件事情啊，其实也有很多人每每对于这个话题有很多的一些讨论。那我们会说有这样子的一种误解，会有这样子有刻板印象。尴尬了，轮流好了。简单啊，轮流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两位提供给我们的礼物好不好？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。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是什么呢？可以打开，应该也不会是很羞耻的东西吧？不是，不会又是什么三四年前之类的 cos 照吧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我们两个一起就是 cosplay 的海报。哇，来来来来，拿着，哇哦，非常漂亮的 cosplay 海报，三张都是同样的。对，三张都是同样的。同款的，好，我们有三份。除了这个海报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的书。你的书，你的书，我的书是爱情小心灵鸡汤。没有，就是我扮演那个 FGO 马修这个角色的写真书。哦，写真书哎，拿来送真的没有问题吗？全彩印制，而且它还蛮有厚度的，很厚的一本，还不错。OK， 那还有其他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。来这边。哦，这个是。那个是我的书，比较大本一点。哦，为什么书印不同 size 的？没有，因为我里面就是很多，我的有很多，它有点像纪念型的，因为我很喜欢 Love Live 的蓝小鸟，所以我就是 cos 了七套这样，然后我做比较大本一点。Sweet Angel， 对吧？好，那这个有一本 ，Only One。好，我们 totally。烟的有三本，这个有一本，所以 totally 呢是七个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现场，你们跟大家来猜拳，有没有朋友想要把他们两个周边商品写真书带回去的？有没有来举手？我们看一下，来来来，这免费的，这他们摊位上是卖钱的，我给他干过来的。好，你们两位有刚刚看到我们上一轮怎么玩这个猜拳的吗？我们看不到，在中间被卡住。我再给你们解说一次哦。等一下，这样子，所有要参与的朋友举手，举手。那你们呢？派其中一位出来负责猜拳。那一起猜拳，所有人对你一个。好，那猜出来的拳呢？他们一定要赢你，才能把手维持在空中。如果他跟你出同样的拳，或输给你，他们要把手放下来。那最后呢？猜出来的，我们就送给他们礼物。OK， 这样知道吗？你们需要练习吗？好，不用，感觉很残酷。好，那我们先从哪一个礼物开始猜起好了？先从海报开始送。好，先从海报好了。来，那海报，那我们就先来打第一轮，然后我们就试试看。OK， 好，现在没有想要海报的，请你举起手来。好，等一下我先说哦，不要变拳，我们看得到的。OK， 大家就凭良心来比赛哦。那两位谁负责打第一棒？好，烟先来。好，烟往前站一步，小心别掉下去了。好，小心别掉下去。好了，准备哦。那个大家看清楚啊，手套黑的可能有点看不出来，可是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谢谢。要支持他们哦。今天如果第一次认识他们的，以后也要多支持他们哦。是他们的铁粉是不是？铁粉的抓回来，来。铁粉的抓回来。我们这边请。给你一个 chance， 加码。拿一本烟的来，还有加码出一题铁杆才知道的问题考他，答得出来送给他，好不好？来，烟，您的书您决定，您出题。你是喜欢女性吗？哦，是哦。好，真的哦。我问一个，想想哦。您从多久以前开始关注他？我知道了。好，你知道了。我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请问，我跟女性是什么关系？不可言喻的关系。那答案要讲出来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大家不知道什么姐妹，义理姐妹，网络上认识的姐妹，亲姐妹，亲姐妹，亲姐妹，有血缘的那种，对不对？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你们不要讲。不是铁杆吗？来，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有点忘了，猜一下，
那个小贩卖问题啦。那他是。来讲，这位是姐姐。这位是姐姐，这位是妹妹。我害怕是姐姐。但给我们一个正确，给我们确定的答案，好，不要犹豫。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谁是姐姐？谁是妹妹？这位是姐姐。这位是姐姐。这位是妹妹。请问您是姐姐还是妹妹？好啦，拍子，这个是我们从刚刚就埋的一个梗。好，没有关系，还是送给你好不好？感谢你来猜题。谢谢，感恩。今天认识两位，好姐妹，以后呢多支持他们各自好不好？看你化解这个误会。OK， 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大成功哎，这个梗可以埋到这个程度，真的是超厉害的。好，我们还有礼物要送大家啊。还有哦。下一个谁猜拳？雨欣。哦，换我是不是？你想要猜拳吗？好吧。八，这么不情愿哦。因为我怕没有人要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要吗？来举手让我看一下，雨欣大粉的，哎，不是送海报。海报。海报好，有人要了。好了。那猜拳哦，规则一样。OK， 剪刀石头布。好。来，你说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剪刀请你留下来，布跟石头请你放下来，还有不少人，那我们再来一回合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剩石头可以举起来，石头哪里？我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后面四，后右后方有一个五，这五位请你起立，来看一下彼此。好，不要炸手机跟闪光灯，好，小心一点。来，这五位看一下哦，后面那位黑色衣服外套的，你有你啊，你是石头吧？哎，为什么他要把手放下来了？好，自动弃权，那剩四位。来，这四位都看到对手在哪里了吗？我们只要一位而已哦。来，帮我数剪刀石头布好不好？好啊，剪刀石头布，看不出来呢。没有啊，石头石头啊。没有，还有布啊。哎，您刚刚有吗？有，他刚刚。您刚刚有，那再来一次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这好难哦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有咯，有咯。好，布。布的两位是。灰色衣服的朋友，您刚刚是没有的吧？哎，诚心诚意参加的，不要搞我，我看得出来的哦。不要考主持人这个哦，我们看得很清楚的。这两位朋友 PK， 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说布。耶、yeah, ！恭喜红色衣服的朋友，来，请上我来上面啊！雨欣负责颁奖。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来来来，等一下，你别那么快跑嘛！大家跑走。你是今天第一次认识他们呢，还是你已经第一次认识他们？你觉得两位对你来说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？cos 蛮好看的、啊。只是 cos 的很好看吗？不要回答人家。还原度很高。看似一定是经历很深，然后人生走过很长一段路，然后非常成熟稳重，成熟的姐姐她讲的 ，OK， 好了，我也没有说她们年纪，你自己说姐姐，然后就不怪我啊，恭喜你，还碰到你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太神啊，上舞台都要被我们这样玩，对，可是。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棒的经验。对啊，其实有机会可以上来。对，有机会多上舞台来被我们玩一玩。好，下一本哦，这个厉害了，送大的喽。哦，雨欣，这个应该还是要您本人自己来决定吧。哦，好吧，那么再猜一次哦，尴尬。因为您帮他剪刀石头布好不好？那雨欣，你就专心的跟他猜。不是，你帮他喊剪刀石头布，你猜。帮我喊哦。哎，阿三，那可以专心猜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哦，这一轮我们要送的是。你看小幻手上这本雨欣个人的 Spring Angel 的写真书，那喜欢 Love Life 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麻烦耶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布的请您留下来，布的剪刀就请您放下了哈。好，还有很多朋友，我们再来一次耶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同样也是布的留下来，石头就放下来了，所以布有一二三四四个朋友，请面对面来看一下哈，刚好四个角落，好，四个角落看一下哦，你们自己 PK 啦，好不好？那个灰色的好像
好，来，准备，剪刀、石头、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毒蝇是不是？毒蝇，好，恭喜你，来，请你上舞台上来。他好厉害，他只会一只蝇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小心，小心那个楼梯，小心，来。请颁奖，哇，谢谢。你喜欢 Love Life 吗？ OK 啊。OK 而已哦，这么 OK 哦，这么熟就是了，故意的啦、哦、OK， 回去好好珍藏一下。哦 ，OK， 好，会回去珍藏了哦，谢谢，恭喜你。还有每一个，嗯，还有礼物，还有礼物啊、哦，快点，我们要送掉，不然他们两个不用回家了，好。来，烟，烟的写成孙，那烟来负责。那雨欣，你来帮他剪刀石头布，然后你来帮他喊，啊，烟来猜，好不好？ OK， 来，交给你了。来，想要参加的朋友，再次伸起你的双手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所以是剪刀，所以就只有石头。石头留下来，剪刀请你放下，布当然也请你放下啦。好，都 OK 哦。来，第二回合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所以是剪刀，有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，好，你们 PK 吧，来，中间两位朋友请站起来，那位朋友请站起来，红色外套的朋友来看一下彼此，这边有一位小弟弟，你们要跟小弟弟 PK 哦，小弟在那边有看到没有？弟弟跟哥哥 PK 好不好？干掉他们，把姐姐的写真书带回去 ，OK。弟弟要猜哦，跟哥哥 PK， OK， 好，我帮你数哦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哦，没有，差点以为弟弟又要毒瘾了，来再一次剪刀石头，再一次啊，没有，刚才没有结果啊，没有结果啊，你要看一下、啊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没有，来再一次剪刀石头布。没有，哇，好刺激哦！来，再次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没有，他是弟弟是布啊，那边是剪刀，那边是石头啊，那没有。来，再一次剪刀石头布。然后这场活动结束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哇，天哪！弟弟独赢，好强哦，是猜拳王者。你们有小粉丝了，弟弟，请您上舞台，妈妈带着一起来。你们输给个弟弟啦！哇哦！小心走，小心走。来，弟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